庆尚南道位于韩国东南部，是2000年前古国迦耶的旧土，现有18个市和郡，人口有340万，出口额为559亿美元的庆尚南道是韩国产业化据点，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森林资源，历史悠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庆尚南道欢迎您来访。延绵起伏的白头山脉到夹在生命的洛东江，庆尚南道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有1亿4000万年历史的沼泽和400多个神秘的岛。在这儿，不仅能观赏到恐龙的脚印，还能陶醉在花语中。世界文化遗产80000大藏经和生活的遗产水田地共存的庆尚南道无所不有。韩国产业中心地庆尚南道，庆尚南道有立足世界造船行业首位的4大造船厂，它是韩国第一机床产业和航空产业园区为基础的韩国产业中心地，关心弱势群体的幸福的家园，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平的机会，为了实现保障幸福的福祉社会，每个人的希望和梦想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庆尚南道是自然和文化、地区和经济发展交融，为道民带来幸福，成为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石的新天地。天然资源和富饶的环境造就了灿烂的文化遗产，音乐、文化、工艺等繁多的艺术形式被世人所了解。如今的庆尚南道正不断变化发展，向着到处充满正义、我们梦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不断前进。推进强力的公职社会内部革新，通过引进各企业监事公务员责任制、构建信访满意度系统等，以此加强廉政，实现道民信任的清廉庆能。为了加强政策和财政透明度，正运营监事制度，运营综合反映清廉、业务实际、到政府贡献度、专业性的透明的人事制度，形成所有人同感的公职气氛。为满足道民的知情权，积极主动地公开行政信息，激活道民政策建议系统，通过各种媒体不断扩大与道民的沟通。搬迁公共机关，激活革新城市目标，通过分内陆成长促进区、成长核心都市区、海洋成长促进区等6个区域来培育战略性产业，开展符合地区均衡发展的事业。为提高农渔村竞争力，加强 FTA 等应对农渔村环境变化的农业渔业对策，努力扩大水产资源，提高渔业竞争力，正建设人人向往的农渔村，并且构建能够牵引东南部地区发展的广域道路网，建设国家干线道路网，扩充方便的地区道路网，以此设计出4通8达的庆尚南道。迫在眉睫的是，打造解决造船产业等现有的支柱产业难关的突破口，和确保针对日后30年的新成长动力。庆尚南道通过组成航空产业群、纳米融合国家产业园区、海洋成套设备产业园区、机器人产业商业中心，培育抗老化产业，被指定为基础工程产业专业区，准备迎接更大的腾飞。为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研究发展的产业化，准备申请研究开发特区，通过挖掘大型新事业课题、产学研合作研究开发，正在努力培育地区产业。为了使用天然燃料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培育新再生能源产业，通过加强企业支援，走在能源高效利用的前头。通过支援激活位于青少南道和釜山的新港湾，在备货园区组成国际物流据点，以此打造物流基础，激活港湾的利用。通过扩大中小企业金融支援、支援营销，培育熟练技术员工，要营造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通过构建东北亚物流和商务中心，支援开发经济自由区域和准备第二次腾飞的马山自由贸易地区尖端事业，要实现走向世界的庆尚南道。激活预算浪费投诉中心，减少地方公债发行规模，以此在不断加强财务管理，调整年度总支出需求大的大规模项目开展时期等政策，要有效开展政策事业，通过加强民间补助事业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实现健全的财政运营。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支援，实现拖欠税款为零的文化，扩充地方财源，努力确保税源。340만경상남도민과함께대한민국의중심당당한경남시대를열어가고있습니다도민이행복하고정의가강물처럼흐르는경상남도자연과문화산업이어우러진경상남도로오십시오경상남도가여러분을행복하게해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四季温暖的气候，居住环境非常好。韩国的21世纪型核心成长动力培育区域，世界旅游中心庆尚南道，通过培育先进产业，实现更美好的未来。清廉的道政府和均衡的地区发展，确保成长动力，扩大财政健全性。庆尚南道已踏上实现文化庆南的道路，敬请关注韩国的中心，堂堂正正的庆南时代。